这地上的可不是巧克力，原来是臭臭的泥巴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快看这个小姐姐，你怎么往我的身上蹭泥巴呀？我可是要去找小哥哥玩呢，这个样子他怎么能够喜欢我呢？哼，你一定是妒忌我长得比你漂亮，所以是故意的，对不对呀？哎呀我的天，前面还有这么多的泥巴，怎么都粘到我的身上了？哎呦逃不掉了，天哪，让我和他在一起呀、他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穷光蛋，我才不要呢，我要和开豪车的小哥哥在一起，那么我就得让自己变优秀呀，我得变得漂漂亮亮的，干干净净的才可以。可是这里这么多的大泥巴呀，哎呀我都躲不过去，还有这些可恶的小姐姐，她们一个劲的往我的身上蹭泥巴，真是讨厌至极呀。哎呀哎呀，原来呀只要我捡着地上的水球，我就能变干净啊，是这么回事呀。哎呀哎呀，这一次我知道了，哎她不要碰我，这个可恶的小姐姐，我刚干净一点，她又把我的身上蹭成泥巴。哎呀可恶到终点了，我的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泥巴，让我和她在一起吗？哼，她只有一个破电瓶车，我才不要呢，我就要开豪车的小哥哥，这一次我是铁了心了，一定得让自己变干净。哎，我用这些清水洗一洗，快看呀，现在我的身上没有泥巴了，也不臭了，多干净。哎，我还得躲开那些小姐姐，她们太有心计了。哇塞，我现在呀迈着轻盈的步伐，我来了，用这个雨刷器再冲洗一下，我就会更干净了呢。哎呀，前面还有这么多的大泥点子，我得赶紧收集这些水球，又不小心沾到一点，没事，用这个水球洗一洗。哈哈，我上来了，下面这些人我可看不上你们，你们呀开的这些车都不好，我都不喜欢，我要和那个开豪车的小哥哥在一起，他还能带我来世外桃源玩呢。哈哈，我终于成功了。